哪儿来的贼人？我家七爷已重出江湖，要为少主报仇。你等竟然还敢松手？七爷早料到八荒要来解释，一早留下话来，要拜庄。如今的江湖没有这个本事，全部把我们这些老骨头放在眼里了。弟兄们，且去讨教讨教八荒弟子的手段。是。 老夫挥隐数年，想不到江湖上英雄辈出，今天你等想要见到庄主。 且听我的计谋，我与叶飞当属青龙会，愿不得你们暗江湖是江湖里，若不较量一番，他日必遭人重谴。你等若是赢得了我这双钩，终身不认输。放下这个，动手吧。七爷既如此说，晚辈只好留在一世。
期不见。